念佛20分钟，不打妄想，没有妄念，算不算功夫成片？能否往生极乐世界？20分钟之后，妄想又起来了，怎么办呢？人在临终念佛，能有20分钟不打妄想啊，没有妄念，决定往生。啊，所以这要看在什么时候。啊，平常能保持，非常之好。啊，保持的时间越久越好。啊，总在临终时候啊，要用得上力了。啊，平常我们这是训练的、练兵的。临终是打仗啊，能不能成就啊？关键在临终的刹那啊。因此，我们不能不修福，不能不积德。如果不修福、不积德，临终时冤亲债主来扰乱啊，这一生念佛的机会。全都被障碍了啊！那么这种情形，我过去早年在这个圆山灵济寺出家啊，我在那边剃度的。那个时候，灵济寺有个念佛会啊，念佛会的副会长啊，林道奇居士。福州人非常虔诚啊，他们念佛会是每一个星期啊，大家在灵济寺念一天佛。林居士当为诺啊，他念得也好，法器也敲得不错。临命终时，魔障现前，听到佛号就讨厌。贪生怕死啊，魔境现前的错乱了啊。那我们再看到许多念佛的同修，到临这个老年的时候的这个老人痴呆症，神志不清啊，这个不能往生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条件，头一个条件，神志清楚。人走的时候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这头一个条件呢、这是福报啊！我们修福，现在不要想啊，临命终时候享福啊，享什么福呢？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啊，享这个福啊！人在临终清楚明白的时候，纵然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决定不堕三恶道啊！诸位想想，哪有明白人去到三恶道投胎啊？不可能的嘛！到三恶道投胎的都是糊里糊涂去的呀！神志不清的才会到三恶道去啊！这是。平常啊，积功累德啊，断恶修善呢，比什么都重要啊。功夫成片，决定是要放下外面啊，我们的功夫才能够成片。